求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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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这什么玩意儿？哎呀，哎呀，在他那儿呢！咋回事啊？这怎么还能粘鞋上呢？你上哪儿走去了？你怎么净不挑那好道走呢？先放这儿啊，坐着呢。请准备。 哇！我站起来，好感动，我要站起来，我要站起来！哎哎哎哎！三分钟用时，十一秒。现在我要哭了。别再抢了，别再抢了。说让你脱鞋吧，你非不脱。你好，恭喜白队这一轮获胜，你们可以从最高的奖池当中来抽取你们的唱片销量。 太开心了！哇！刚才我们的空白贴纸在沙溢哥身上停留时间超过了一小时，所以我们现在要从你的唱片销量当中扣除50,000张，放进公共奖池。够吗？这是负多少张？就够这一回的。<笑>那我们出发去进行下一个挑战。 我以为7秒已经是极限了，不行，来了个4秒，太过分了。我这一分44秒是怎么弄的？我还掉下去了呢。你俩你咋能这样啊？对吗？总得要一个吗？对啊。就舍得老同志吗？使劲拦拦不住啊，他们。那你是主机位置咋回事？他们逼着我弄的。不然这样哥，你把那个给我吧。我有新的了。哎，对，我现在就听你。你听我好嘞，妈，你装睡着。对对。 好，下一场的计时，下一场的计时，影响之内。我觉得这个标现在沙哥身上，对，他有可能把标给汪苏泷或者是 baby 姐，然后因为他们俩嫌疑小，然后咱们下车以后就不光要小心沙老师一个人，咱们要小心的是分队的三个人。对，其实我们贴人也得想着贴，对。 你得把前几名人都贴下来。对，我看一下，先第一名是谁。哇，哟，我是第一呀！贴这个，贴这个。哎呀，咱们是一个队的兄弟们。我刚说了，咱们不要贴前三的，对吧？咱们这车那个带语音对话的，有你，我给你试一下啊，龙龙啊，有米，知道汪苏泷吗？我最喜欢听他的《万有引力》呢。放一首龙龙的《万有引力》。 哎，没意思，脱。T77奔腾 T77 Pro 现在是 1.5T， 不仅动力升级，而且还节能省油，为中国一汽自主品牌取得的成绩骄傲。